早，早，早！你睡好了没？睡好了。你昨天几点睡的？12点多。那还行。没有，昨天我下来取个东西，我看他还搁这儿，自己在这儿敲呢。你昨天还在这儿敲完了？我做那个视频来着。欢迎来到17号音乐厅。这现在声音太小了，调到最大。他家导视频呢？对，导视频呢。 就做完了啊！嗯，哎呦，真辛苦。你看，你看，你看，还在打哈欠。对。哎呦，这是白举纲吗？哎，不会，不会。 这都是皇子啊！皇子，皇子一天到晚就是在练声开声。对。上厕所都在练，非常棒。来，开门，你先完了。啊，你要上厕所啊？喂，你有病吧？反正昨天晚上一个人在吹小号，一个人在唱忐忑。 老白会吹小号，哦，他也吹小号，对，他在那边练小号，然后那边，啊啊哦，那边啵啵啵啵，其实这两个也不是很搭呀，不是很搭，呆嘚个呆嘚个呆嘚个呆呆嘚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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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嘚
哎呀，最爱说话的你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心灵今天放一个大长假，就是今天你只需要完完全全当一个美女就够了。这话略微有点问题。美女她还用当吗？你怎么还只当一个美女？我的意思就是，她昨天不只当了一个美女，她昨天还当了一个这个策划 rundown。 为什么呢？因为主理人没本事啊，因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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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灯箱这些的到达的时间。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确认海报及打印，我这边一直在跟他们沟通，保证3点钟之前我们能收到。OK。然后确认所有现场需要的工具、设备、视频。哦，对对对，咱们视频的播放，到时候去了以后也得提前跟老师对好。我负责，我负责。龙哥负责。跟二楼老师沟通吗？行，对对对对对对 ，OK。我负责那个灯箱嘛。我一定把灯箱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我要是没问题，没问题，反正就咱几个得给他垒完。我跟龙哥外面检票行，你喜欢吗？我喜欢。OK OK。还有啥活？其实没了，其实差不多了。最主要就是去到现场看嘛。OK。既然说了，今日呢，咱们让西林基本要不干活。没有没有，我给他安排满了。我给他安排满了，他第一他得坐在那儿喝水然后吃饭，第二呢得跟龚老师好好聊天，至少得聊满1个半小时，然后第三的话他就是得时刻玩手机，然后再看会儿电脑，就看会儿视频什么的，就得休息一下，这个就劳逸结合。蛮忙的嘞，你知道吗？蛮忙的哈。我还是工作吧，我这样更累，我觉得。哇，这雨大的。哦，对啊。如果这雨如果啊傍晚的时候又开始这样，入场的事要想好了，没有办法等的，那么多人这么淋着大雨等是不现实的。对，想个办法。
走了。来吧，先把茶泡了吧。劳动了，劳动了，对，劳动了，干活了，开工了，干活了，干活了。哇，我们时间好准啊！1:30，太准了。具有时间观念的一群人哈，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如此有时间观念，是吧？真的。然后就把这个水，对，耶，没错，耶，上次就这样，还是咱们的井田水厉害。哎，那我先把这个开开。主理人不需要动手，主理人你别动手。怎么能让主理人动手了？主理人不要动。你的手很娇贵，来来来来来，主理人，主理人，你去扫地，主理人，你去扫地，好，哪有需要扫的地？来来坐，来来来来来，男人的力量，准备，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快准备，哎呦哎呦，好，你是导演的吧？没那么强，没那么强，表演型人格，表演型人格。哇，这一桶也太正好哈，对，也太正正好好了吧，满水这位置刚好，这样就可以了。哎呀呀，我来干点活。还有什么活？我也在想，我准备今天呢找点活，找点活。因为昨天呢找不着活，不是，昨天给我写的定位是三活，就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然后没有地方需要，后来我发现没有人需要我。那来喽。哎，昨天胡夏是不被需要的那个，今天就开始了。今天他要被需要了。灯箱到了，哇，来福连满，哇塞，酷酷酷酷酷酷！哎，这个我来吧。啊？你来啊？我可以申请我来装吗？你可以看到老师安装。别添乱了，别添乱了。你会装吗？我会，我可以。你摔了，咱一首歌没了。我真的别，你这嘴快。咱花了钱，那个包装修，你这一装，咱钱不爱花了，懂了。有事。老胡是不是想干活？老胡，来开垃圾桶，来开垃圾桶，来了。他特别想干活。都喊我哈，都喊我。今天的口号什么口令？老胡，今天的暗语啊，老胡，可以可以可以，老胡这儿，老胡过来，老胡那儿。今天老胡特别主动积极，老想干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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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胡他会放垃圾袋。哎呀！哎呀！哎呀！好，那个什么，人中还有老胡。对。咱们仨把售票的这个事儿给他控制住，对，把售票的事儿控制住，对，啊，控制住。上次确实很慌乱，所以今天我在想，咱们有一个好的流程。不，他还要给观众戴帽子，对吧？那我发帽子吧。人中我俩一个前面摁，或者一个后面剪。帽子是咋发呀？那爱人和艺人发什么颜色的帽子？蓝色是爱帽，然后橙色是艺帽。对，你发帽。这样，我剪票。因为发帽子有一个问题。如果来拿的时候他问我，我再给他说不清楚，再来五个艺人，然后跟我唠上了，我可能会当场就你自己就崩溃了，还是就不解释了，不解释，你就拿个两个，谁进来就拿着，不，他干嘛？你说，别问，谁让我拿个脸的？刚才是你吗？坏你的，不可能。来了，哦，来了，对吧？啊，你放这里，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哦，这是毛线帽，哦，那很实用。没事，老胡就这事儿没毛病。啊，我不是剪片的吗？要是我来的话，我可能会讲说那个，就是你别那个了，要不让他。那个人中说了，他特别希望跟我在一块剪票。我也特别希望啊。早龙哥，龙哥，你现在就抛弃我了是吗？人中龙，人中之龙。我发行。要么后面发帽的时候，我也可以在，就我们把帽子可以，比如说放那个台子旁边，进来的人就直接来排队，然后我们就直接说，这个是 I 帽，这是 E 帽，你可以按照你兴趣选一个，然后大家就集中听到，大家就过来排队拿。然后你二 I E I 就这意思吧。对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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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哇塞，可以。他好厉害，马上就可以啊，反应太快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哟 ！OK， 大家，我把那个他们坐下来现在的一个海报发在群上了。
哦，对，是这个样子啊。这做好了还吧？哎呀，好可爱哦！看，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今日人格快乐，不愧人家是专业的，术业有专攻，真的是。对，做的很好，这个做的很好，这个海报做的好可爱。我有脖子了，对，你的脖子可以这么说，有19厘米，有点太长了。大家要是没什么问题，我就跟他们说，就出这个版本。我这没问题。哇，这么快！哎，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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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这个留言板人家是怎么弄啊？就是放好了留言的写的笔啊纸啊，自己就随意是吧？那个便贴纸还有大概50张，但我觉得不太够，再买一点吧。咱现在买？对，现在买。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相册没问题了，这也够吧？够。然后黄子，你看一下有没有插销？没有插销，还得借一个插线板过来。这儿有哈？有，这有，这有。完美。对，没问题。这一次。就从容多了哈，比上一次。对，我们就各尽其责。对。喂，喂，你好，哎，是那个咱们道具组老师对吧？是这样，那个，你跟他们说一下，几点之前闪送到哪里就好了。对，好好好，没问题，好的好的。外面的天气不是比较恶劣吗？然后所以说可能需要借一下这个房间给他们，到时候提前到了的小伙伴避一下雨，在进场前。然后我先把这个600给您结了，二维码有吗？老公看一下你吃什么，人中你选一个。但是给他铺满应该也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就直接放在这儿就完了吗？我们待会儿试一下那个视频吧。哎，放下放下，来了来了。啊，来来来，太好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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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不能工作，你不能工作。你让我干点事儿吧。休息。你要发那个公告是吧？对。我觉得这儿真可以，马云当头，来我们再来贴一下。好。哎，妥。小鹿好，今天还是之前那个老白，咱们那个。Hello。对，因为担心上次小鹿一个人会有点忙的。我们今天主要您把这个位置负责好，对对对，引导大家可以拍照，然后到那去留言，然后大家知道就是喝水就行了，这也很重要，好吧？6点，辛苦了。6点来报道，可以，没问题。好。对。哟，鼓来了。然后鼓来了，哎。我。咱们一会儿这边调好了，咱们就先备场了哈。好。黄子。哎。你要准备了，咱俩要开始了。好。好难啊！咱们该上了吧？没错，这里我们就要换麦了。看着自己的号啊！我们现在的话筒是这样的，因为第二首歌孟老师的乐队是要帮他唱和声的，对，所以说要给到他们手上的那些话筒，你们讲完话以后交给要按照那个顺序要给到乐手老师。可以。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天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这个演出主题呢是今日人格快乐。哎，没错，就是我们之前啊，这个大家非常非常喜欢且非常流行的这个人格测试。这个词是你的，老白。对不起，对不起，哦，没看。你也可以一个人说。如果你说了，你就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到，我没看到，因为我看的这边挡住了灯挡。对，都可以。好 ，OK， 好，测了。让我清淡我全都说。你站在我妈妈我一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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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接下来请欣赏严仁中带来挚友。我凳子呢？就这样，我就把麦下，我就撤走。对，你自己带，你自己带，你自己带。不说话，接下来你就一定脸绷住啊，不要笑。对，沉默的男人最有味道。OK， 对，完事儿，完事儿，好，辛苦了。
我在想，就是每一次说我们希望让这个 live house 更沉浸式一点，更有观众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其实就让观众去拍一些他们的体验，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后期可以用这个方式剪成我们这一期就是一个观众从第一视角去体去感，让你感受说，我这种人去看演出是什么样的。同意的，同意的。所以交给我们的后期老师了啊，交给后期了啊，交给后期了啊。Live House 出体验。Hello， 家人们。嗨。看到演出的须知里面说，希望我们记录拍摄自己的心情。出发啦！从化妆开始记录。我现在是已经在完妆的一个状态了，因为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综艺现场的录制，然后邀请了我的朋友。我们先把衣服选了吧，然后选个口红颜色。对，穿什么呢？这里有一些上衣，这件穿上看吧。快快快，我们要来不及了。哎呀，不管，就这样吧，再化来不及了，我要冲了，出门，出发啦。现场门户最责累艰难痛苦的 Live House 出体验，对不对？是呢，要困。我现在已经在反悔了，我干嘛要来这里？我现在真的非常的后悔，我现在真的就是非常的忐忑和焦虑，我现在真的是已经汗流浃背被折耳抠地，然后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了，真的是。我们现在在艺人的一堆艺人里，然后他们都在就是说说笑笑的很快乐，也不知道在搜上些什么，然后我们两个 I 人就抱团取暖。这边是艺，对，这边是爱，这边是爱人。好好好好。Hello， 你们都是艺人吗？为爱，这就是对为爱，为爱做艺。阿魏是超级艺的人。耶耶。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是还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就真的很暖心，还不错。谢谢。哦，谢谢场哥。我们现在要去后场排队了。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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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以在里面留言。是是是是，我们看得到的。对，里面有问题啊。好，来，咱们陆续可以入场了。Come on， 一个一个来，一个来排队，谢谢大家，谢谢。不急不急不急。OK OK。低头啊。谢谢谢谢。喝水喝水喝水。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好。OK。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面前摆了个蓝色的帽子，蓝色的帽子呢，它是 I 人帽，橘色帽子是 E 人帽，但是这个并不是因为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来选择，而是今天来到这儿想成为 I 或者 E。我要 E， 今晚我要做 E。OK， 这个好 ，I 人，谢谢谢谢。我是 E 人，你今天可以，对我今天就是E人就当 E， 好、yeah. OK 好。Hello Hello Hello。I 人 E 人的选择并不是自己的 IE， 而是今天来到这儿想成为 I 或者 E。大家在里面这个就随意啊，旁边有可以自取的一些热饮。蓝色帽子是 I 人，橘色帽子是 E 人，但是现在看来 E 人好多呀。嗨，哎，都是 E， 哇，都是 E，E 还是 I，E。这么多艺人，这么多艺人，很好看呢。嗨，你是艺人吗？你艺人吗 ？Hello， 嗨，我的新朋友。你的故事，你会想起我说的话，我来忘记。车流不息，人往里去，花红酒绿，演到了哪里？
就去成为你想成为那个大人呢、啊、继续兴致盎然跟世界交手啊耶哦、yeah. oh, 来哟可以你是爱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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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电影吧好电影吧快来这位这位爱人阿柔你别跑啊你别跑啊你别跑啊太吓人了哇天哪好多小红帽呀你有没有发现好像爱人都站在角落中间都是红帽子在这里你们可以唱也可以是好像是的我们两个Hello， 两个 I 人，但是我选择了想当 E 人，然后我就戴了一个橙色帽子。那边有一个戴蓝帽子的小哥哥，大家去找他合照，祝我成功。去，加油。我不敢啊。你确定？加油加油去加油加油哎你好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合个照吗等一下但这位小哥也一起 Hello 很开心认识你们哦在这里就能看到很开心谢谢成功了成功我非常的今天表现得非常的意期待待会儿的舞台就是第一次看 Live House 希望能够给我们一定的惊喜跟着嗨起来好激动好激动好激动要开始了要开始必须要必须要收买哦哦对好收买好不好我们俩就没问题上台了上台了都站好我要测屏风了啊大家都站好我再拿下我们去那边你坐着你站不动嗯好啊是对啊是动啊是对那个动好所有现场的观众和各部门的同事十七号音乐仓库第二次主题公演现在开始好激动好激动五四三二一
带带带个带个多。带得个带得个带得个得个带带得个带得个多，带那个带那个带那个那个带带那个带那个多，带得个带得个带得个得个带带得个带得个多，带那个带那个带那个那个带带那个带那个多，带得个带得个带得个得个带带得个带得个多，带那个带那个带那个那个带带那个带那个多，带得个带得个带得个得个带带得个带得个多，带那个带那个带那个那个带带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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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带那个带那个多，哎呀哎呀哎呀。这第一首太嗨了！哇，皇子太棒了！这一次从龚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对自己来说呢，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而且同时呢，多亏了龚老师的忐忑的开场，所以说将整个气氛有一个燃爆点。今天的这个主题嘛，也是不同的人格哈、性格，那么歌曲也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性格。忐忑因为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那通过观众们喜欢的熟悉的这首歌，当然我不知道零零后的观众有没有听过忐忑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想这样的歌曲如果很多的人他们熟悉的话，很快他们就会进入啊。你们知道这歌有多难吗？谢谢龚老师，欢迎我们十七号音乐仓库的小伙伴上台。大家好，欢迎，他们演的好不好？哎呀，我的心情到现在还在忐忑，真的很忐忑，因为这首歌曲难度真的非常大。我觉得能够有龚老师今天的这首《忐忑》带给大家一定会非常难忘的，对不对？对。好的，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十七号音乐仓库。我呢是这一次的主理人，没错，非常非常荣幸，非常开心。然后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欢迎本期的嘉宾龚琳娜老师和严仁中老师，欢迎。嗨，我又来了。今天最有趣的是我们的演出的主题呢叫做今日人格快乐。哎，是的，最近呢想必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人格测试，对不对？在入场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同人格的帽子。橙色的帽子是什么人格？蓝色帽子是什么人格？哎，怎么I人叫的比E人还欢？再来一次。等一下，再来一次。橙色帽子是什么？蓝色帽子是什么？都很棒，都我猜有很多艺人就是我今天戴个蓝色帽子，然后藏在旁边上吓你一跳，也有可能啊。通过这次演出呢，我们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在我们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呢，可以其实抛开我们所谓的人格的束缚，用自己的方式来找寻属于你的快乐。话不多说，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今日的人格。没错，接下来有请龚老师为我们带来《大地的母亲》。掌声在哪里？我要带来的这首《大地的母亲》是我去年在四川凉山采风的时候，学到的一首。我会用彝语和汉语给大家唱这首歌。那我教你们一句好不好？第一句是大地上的母亲，她就像一束光，跟着我走。大地上的母亲，她就像一束光，铺满了山村里哟，每一条走过的路。大地上的母亲，是你玛丽娜呀，你这么个的玛丽娜。
你们跟着我唱这个副歌部分好不好，也为我们的母亲唱这首歌，那我们一起来，大地的母亲。心里装着天地的母亲，
你们喜欢这首歌吗？会唱了没有啊？会唱的那一句是什么来着？哇，太棒了，我爱你们。我人生中第一次在 Live House 演出是14年前，在北京，梁龙他们二手玫瑰乐队10周年那场音乐会。当时也是带着我的乐队在舞台上演出，哇，底下观众热情像浪一样朝你就冲过来。这之后我就真的没有在 Live House 演出过，今天就算是14年以后的第二次吧。本来我没有想太多的互动哈，我想安安静静的把大地的母亲唱完，结果我看观众那个眼睛是这样，那么开，我说那我们一起唱吧。我感觉每一个人都是那一束光，特别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跟我一起合作的音乐家啊，他们又会唱又会拉，是对手风琴韩一瑞，古筝高亚楠，我们的打击乐最帅的李尚，扬琴林诗妍，大提琴张乃文，还有我们的漂亮小姐姐，她吹的是什么呀？对，记住他叫王碧君。哎，怎么样？你们不上场啊？对对对，是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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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来，太好听了。怎么样？听着这个歌的感受？就是今天就到此了，到这为止了哈。对，龚老师在我心里，他可以称得上，不是称得上，他就是一个歌唱家，而且是一个自创一个自己风格的歌唱家，所以在我心里非常非常尊重。与崇拜我们的老公，尖叫声再热烈一点嘛！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开心。那么现在呢，就到了我们的主题公演的保留节目了啊，叫做《来福堂食》。哦，都知道哈，都知道。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享其中一位观众的这个答案了。刚才那个纸条，龙哥偷摸的塞到了我左手，揣到了我左边兜里，然后我现在拿出来给大家读一下。偷摸。好，第一个问题，你的 MBTI 16型人格是什么？回答 ESFP-T。然后第二个，今晚的你想做 I 人还是 E 人？你有权决定今晚的仓库人格。回答是不更改啊，就是依然作为我们的 E 人 ESFP-T。好的，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点一首会让你快乐的歌曲，并简述原因。那原因啊，非常非常长，我一眼望过去有8排。因为我是内陆人，每次提到度假，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去有海边的地方，光着脚在沙滩里奔跑，凉凉的海水，落日的黄昏，听到这首歌就有和朋友一起结伴出门，抛掉工作，抛掉烦恼，在海边自由自在的感觉，真的就是听到就会快乐。那他点的是没错，就是第一天。是啊，我不是我自己啊。看我的妆发，哥，昨天这么紧张的你。啊，对，这位小伙伴在哪里？在这儿，在这儿。请上台，来全速上台，冲上来！哇，这个带着这是拍 vlog 来的，来、okay. 站，没关系，不要紧张，没关系。我要打救护车了，我要打救护车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要掐人中了，人中。你掐他？没事就掐我，真是。太激动了，我现在心跳都要跳出嗓子口了。没关系，平复一下心跳，先给大家先平复 ，say hi 一下，这样。Hello， 各位艺人、爱人的姐妹们 ，Hi，say hi，hello。Reaction 给足一点嘛，不然人家紧张。Hi。万一一会儿上来是你们呢，对不对？可以。好，我跟你们合个影好吗？可以。Hello， 大家好。挥一下你们的手好不好？耶，呜呼，可以。来，我们现在有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你点了歌，对不对？对。你肯定有想让谁给你唱，对不对？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我想让严仁中老师给我唱。哇！我就知道他的人中不是白掐的。是，好。
你醒一醒吧。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我也不记不住那么多的歌词，都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嘿，把星星都吵醒，这你们不唱吗？也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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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畅快，享受整个的将来，一次的流转膝盖，第一天我存在，一次能飞起来，来自冷酷的将来。谢谢老师们，谢谢小伙伴，谢谢谢谢谢谢，确实台上这么多歌手加起来斗不出一句词，但是我觉得第一天最重要的是开心跟快乐，你们开心吗？太棒了，谢谢谢谢你。我们有一个准备的精美的小礼物，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个礼物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海报，然后呢，上面有我们七个人的签名。这个海报非常非常厉害，在这里感谢我们 For Good 的小伙伴啊，就为我们就是很临时给我们就是赶出来这样的一个海报，他们真的非常非常棒。然后呢，这个海报呢，我们上面也签了名，每个小人都是精心设计，是我们的 MBTI 的人格，然后我们把它送给你，因为今天你很幸运，很值得，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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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的，下面这首歌曲呢，哎，很有意思，用表演者的话来说呢，这是一首意中带哀、哀中带意的一首歌曲，能猜到吗？哈哈，对，这怎么可能猜到嘛？啊，就像我们每个人啊，都会在特定的场合展示出自己的另一面一样，每个人心中，爱人有一点那么意，艺人有那么哀，都很正常。那么心中有恨的人，也必定会有痴心的一面。所以说，让我们欢迎龙哥带来《我恨》。我痴心，我得先解释一下啊，这个下面这四分钟大家忍耐一下，主要忍耐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孩子唱一个东北语境的粤语歌曲，选完之后才发现这是个粤语歌，而且我们今天所有嘉宾有将近四个人熟读粤语，我在试音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听出梁龙在唱粤语吗？都说啊，他们是粤语吗？所以我恨，我痴心。离别你，你原谅我，又话我发霉，又指着花尾将我捞上遗弃。昨夜有双手携着你，我发觉我流离我妒忌，想跟你真你让你尽量忘记，我愿用去祝福不预备。再次见你还是不来难释你，热爱热恨是流浪未改，又放弃你或是接受命运，心间战争是我实在难过，为恨你负义，我恨我痴心。冷漠请淡薄全做错，你责怪我妈妈我已受落，只想回保留相爱梦幻幻过，真挚有双手围着你，
跟于我旁边，但是我已准备想跟你分离，将你尽量还给我，愿用系从此不预备，再次寒舌跟你不来难胜你。遗憾是牢笼未开，要放弃你或是接受命运，先跟战争是我实在难过，为恨你负义，我恨我自尊。挥发了预备，再次跟你还是不来难舍你。要放弃你，我是心甘情愿，是我实在难过，未恨你，系我。牢笼被困，要放弃你，我是接受命运。先跟战争，是我实在难过，未恨你负义，我恨我自私，恨你负义，恨我自私，恨你负义。恨我痴傻，恨你负义，恨我痴傻，恨你负义。越爱越恨，是我痴傻。太爽了，这首歌我都蹦累了。谢谢。忍受了四分半的东北夜雨，哎呀，有一天在这个台上下台了，然后气喘吁吁，旁边一个老师说：“这哥们儿五十了，不容易，行，唱这样。”今天我选择了一个自作自受、为难自己的歌曲，叫《我恨我痴心》，这是一个刘德华先生很早期的一个经典的翻唱作品。我一开始想用那个拼音去代替，但你会发现粤语里很多你不好用汉字去代替的，就像外地人说我们东北话一样，他学的再像，我一听就不是。相反，我就放下一点小包袱了。我说反正笑话不怕，但是你就勇敢的在音乐里当一回艺人，你就唱一个唱不清楚、唱不那么准确的一首歌，这样大家快乐就好了。下一首是我们高总千呼万唤促成的一首合作，有请希林娜依高和严仁中带来《一眼》。习惯了你总会在左边，你说这样才算最安全，是你太好了吗？是你太温柔吗？爱我怎么就害羞了？好想多看一眼，再看一眼阳光下的侧脸，多听一遍，再听一遍微风中的碎念，好像时间再慢一点，若能停在眼前，没有什么比你更耀眼。这歌好听吗？习惯了互道晚安的夜。
想到的我胡思乱想的世界，你却早却在早预谋这出可惜的一天，心动总在莫名瞬间，原来早就不离了好的，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上来吧。来来来，又来了，我们又来了。好看不止一眼，有好多好多眼。每个人都一眼一眼。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波的来福堂食，你们看到第一波已经知道有什么好东西来了吧？所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二个。好的，我已经收到了第二张来福堂食的纸条。第一个问题，你的 MBTI 十六型人格是什么 ？ESFP。哦，跟刚才那个一样哎。ESFP 的小伙伴举个手。哦，没有几个对吧？很少。第二个，今晚的你想做 I 人还是 E 人？你有权决定今晚的仓库人格，不更改还是 ESFP。第三，点一首让你快乐的歌，简述原因。但这首歌。我感觉一点都不快乐哎。啊，他可能是这个提取快乐的方式不一样，就可能他在 emo 的时候听这样的歌可以缓，可以缓解他的一些情绪。对，好的，这首歌叫做《耳盲》，我特别喜欢在下班路上听这首歌，特别符合我当下的状态，是我的人生之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耳盲》这首歌，《耳盲》这首歌是我的一首歌。然后我们先邀请这位小伙伴上来。在哪里？就是你啊！来上来上来上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这位老兄，两位老兄，对对对对对，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齐汉，然后我现在是在杭州生活工作，然后我也是一名业余的音乐人，然后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高中就认识了，他叫 Eddie 小鱼。果然 ，I 人是需要朋友来介绍的。大家好，今天晚上好多人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耳盲》这首歌，其实它不是那种特别让人可能会开心的歌。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听这首歌来缓解自己情绪？因为其实我跟他是高中就认识的朋友，在大学这首歌刚刚发布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这首歌分享给他了。然后这段时间我们也是经历了人生阶段的很多波折吧，尤其是感情方面，所以我们也算是现在才经历了这些成长，才真正的听懂这首歌。然后我最近特别喜欢在下班路上，就是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跟车水马龙的交通，然后耳机里感受这首歌带给我那种磅礴的孤独感。所以它对我来说，它的快乐不是那种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快乐，而是它给我一种慰藉感跟这种宿命感，真的让我觉得用歌词里的一句话吧，就是遗憾和残缺纵使它一直在我们身旁，但是我们也要做自己的主人公，我们活在自己身上。你刚刚说你是音乐人，你平时做什么样的音乐？就流行啊，说唱 R&B 都有。来一个 freestyle， 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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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我只会唱耳盲。那这样吧，就是我们先唱这首歌好不好？然后唱这首歌之前，我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我觉得我创作出它，不像是。我写出他的，而是他告诉我，我当下的自己需要得到他的帮助，需要得到他的温暖。这个陪伴我看了非常多的日出，陪我度过了非常多难眠的夜晚。然后这首歌我也希望今天来到现场的你们
也能够喜欢和感受到它，好不好？好嘞 ，OK。要不我来弹琴吧。来来来。我想我们终究会被遗忘，留不住骄傲，留不住过往。沧海桑田，或许也都这样。已梦过多少的人生故乡，你的故事，你会想起我说的话，我来忘记。这流不息，人往里去，花红酒绿，烟到了哪里？对我讲会怎样？不过唏嘘短叹些时光。对我讲熙熙攘攘，独自挥舞方刚，我活在我身上，你对我讲、哦哦、你对我讲、哦哦哦、sorry sorry 有点紧张，不过我很享受这样的时刻，因为平时很少有机会在这么大的舞台面对这么多人唱歌，感谢小白圆梦。然后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每天耳机里循环的歌，真的非常感动。对，我觉得你谢谢我，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可以明白我写这首歌，谢谢你可以感受到这首歌带给你的温暖和力量，感谢。我觉得有些时候老白他要讲话啊。我的爱人朋友要抢话筒了，我也可以抱一下你吗？谢谢，所以要一直快乐，好不好？好，所以你们也快乐，好不好？好，谢谢。那个，我戴个蓝帽子吧，要不？不是，因为第一次就是在现场去区分艺人和爱人，然后突然我就觉得我更爱了，一起爱。然后刚才我们听了这两位朋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啊，可能很多人会有同感，那就是。当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们快乐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着开心。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有请白举纲。哎呀，这么快又见面了。这首歌开始之前，我想要说一句：今天不管你戴的是橙色帽子还是蓝色帽子，不管你是艺人还是爱人，来到十七号音乐仓库就是十七号音乐仓库的。OK, let's go.所有人都有，三二一 ，Let's go！ 你眉头开了，所以我笑了。眼睛红了，我的天灰了、天晓得，既然说你快乐，于是我快乐，玫瑰都开了，我还想
觉得累了，所以我睡了。哦，天晓得，既然说你快乐，于是我快乐，玫瑰都开了，我还想怎么呢？求之不得，求不得，天造地是一样的难得。由我来充当你负责，哦，天晓得，既然说你快乐，于是我快乐，玫瑰都开了，我还想怎么呢？求之不得，求不得，天造地设一样的难得，喜怒和哀乐，所有人准备好了吗？上一次唱了一首安静的歌，然后这一次继续带大家蹦跳，然后带大家一起玩，希望大家可以沉浸在我的演出里面，无论是开心的、伤心的、动的、静的，我都希望能够和观众有更多的互动连接，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沉浸式的体验吧。刚才大家蹦够了吗？没有也没关系，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快乐可以很近，近到可以触碰，哪怕只是一瞬的花火，闪过亮过燃过绽放过就够了。那么接下来各位请欣赏严仁中带来挚友。想当星辰，却像路灯。若爱一个人，切记爱得太深，就够全的讯息你别当真。我总感情用事，我乐不可能，也委屈你长期容忍，但我们之间该有什么相衬？难道非要我爱其他的人，你在心安理得卸下了责任？我们不讨论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愿听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我甚至有点想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
渐确信，地带的人渐渐觉得我却无必再伤神，其实我真不想一一询问，从此默不作声是我的责任。我们不说不得关系很微妙，却不是爱情，若是这种关系是我不够争气，不再追问好奇愚笨，我也清楚你是怎样的人，等机会长又能如何，我最不应该来害你受困，进退不得。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没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天，我甚至有点想搪塞，明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去放任我的。挚友这首歌是我开车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听的歌，它的前奏已经足够把我摧毁了，我就很喜欢在那个感觉跟氛围下面听一首很 emo 的歌，或是也是听一首很快乐的歌，会让我感觉到有一种极端的愉悦，就是完全释放那个情绪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哎，这椅子长屁股上了。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来福食堂堂食的时间了。都是皇子把你给皇子带跑的，偏了。怪你，都怪你。咋了？我咋了？就你老说那个来福食堂。对，我觉得来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我们来吃什么？吃快乐。所以说，如果叫食堂，好像也还可以，对不对？他好厉害，好硬掰，对不起对不起，来我们继续不打断。好来福堂食，那我们接下来要读我们下一位朋友的。下一位，哎，在我手里，来往前站一步，霍老师来。这个你的 MBTI 十六型人格是什么？ INFP， 这是不是我？哎，是不是我那一样的？哎，这你写的？是你，你写的。这是我写的，开玩笑，开玩笑。今晚的你想做 I 人还是 E 人？他想要更改哦，他想要成为 ENPF。ENFP，ENFP。那写的呀？他写错了，他想要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嘛，他想当 ENPF 就当 ENPF， 对不对？哎。然后点一首让你快乐的歌曲吧。他想点《就是爱你》这首歌。哦。陶喆，陶喆，陶喆。爱与被爱是一件对我来说，对他来说很快乐和幸福的事情。他和他的男朋友是通过父母相亲认识的，现在在准备结婚的过程当中，
他们两个人都比较社恐内向，关系的进展都全靠外界的助力。比如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对彼此有感觉，但不知道如何开口约下一次见面。这个麦是不是有问题？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他们两个没有声音吗？你的麦的声音有点小，你麦的声音有点小。啊？我都说了一半了。你可以从这行开始说。你这是个 I 麦，你用 E 麦来。喂？有声音吗？这儿呢？不是，他是个挨嘴，这个没办法。对不起，以为是挨麦，结果是挨嘴。我刚才说到，我刚才说到这儿了。你从第五行也行，对。但不知道如何开口约下一次见面，还是一个萍水相逢的司机大哥提议我们趁着灵隐寺免票的契机，一起去一次。给他们创造了下次见面的机会。我们平时约会的形式也很单调，吃吃饭、逛逛街什么的。这次来到 Live House 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想要寻找约会新形式，也想要勇敢突破自我一回。他想对他说却不好意思说的话，就都在《就是爱你》这首歌里了。希望他能够听到他想对他说的话吧。P.S. 还想把这首歌作为他们的婚礼的专属的 B.G.M. 是哪一位朋友？在哪儿？这是哪一位朋友？这里。来，欢迎即将成为一对新人的朋友来。欢迎。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嗯。那你先介绍一下吧。没关系，不紧张。对着这儿直接说就好了。好，对。就是其实我们俩都是 I 人，因为我们两个 I 人平时谈恋爱真的有一点无聊，所以来到 Live House， 来到这个舞台上，然后点了这首歌《就是爱你》，希望能够把我平时那些说不出来的话通过歌曲来表达，然后也希望我们 I 人，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都能够勇敢，都能够做自己，都能勇敢地表达自己。勇敢，好，特别好，谢谢大家，勇敢了一回，我也。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吧。对。我叫小雪。好。我叫张旭。好的，特别好，欢迎二位。谢谢。想请问一下，刚才那么长一段是哪位写的？我写的。因为我平时可能就是用文字表达自己比较多，更加流畅一些。对，也是文字从业者。哦，明白。懂。我跟你反，我是语音从业者。啊，爱发语音。对，继续。那想请问一下，您点的这一首《就是爱你》，希望？我希望胡夏老师。哎，你看，而且胡夏老师也是 INFP 哦。对，因为我觉得胡夏老师刚才的串词像在演我，真的。可以的，是吗？哎呀，可能就是爱人之间的这个，就是共鸣啊。对，爱人之间的。来歌词，哇，你歌词都给我弄好了。对，哇，太贴心了，老白一定是个艺人。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就在一起，看时间流逝，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就是爱你。让我们手牵手一起去 Live House。有没有心？可以，别把我看得那么胖哟。可以，好看子。就是爱你，爱着你，
希望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开心快乐和幸福。哇哦，种感觉就是你。这也太高了，起高了，甜蜜呀，你可以的，老胡很棒，刚才你也很意，掌声必须也要给到我们的老胡，超棒超棒，很厉害很厉害，谢谢，希望你们会喜欢，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此时此刻就是爱你，胡夏专属版已经唱完了，你们有没有想对对方想说的话？此时此刻。来一个，亲一个。既然今天来到这里，索性就意一会儿，按老胡的话说，对吧？真正的意一会儿。对，谢谢大家啊！我本来是一个 I 人，那既然大家气氛烘托到这儿了，啊，可以，为爱作业 ，Let's go。头发顺着头发。我们的张先生要不要再说两句，表达一下刚才您爱人表达了这么多？其实我不知道他写了这么多的心里话，然后把我们的经历也都说了出来，我在下面听了我都有点尴尬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再说一遍，你一下有点感动。但是我现在的心里是非常的感动的。我也决定就是以后会更加的爱我的女朋友，然后也会更加。让我们送出我们的礼物。对，我们来送出我们这个很特别的礼物。谢谢。谢谢你们。长长久久。谢谢你们分享，感谢。幸幸福福。好。谢谢。辛苦了，永远幸福。我们获得了海报。下一谁来的？任中。是任中，那个你有什么跟大家要讲的？啊，慢慢的啊，人格标签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啊，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未来应该按照什么模式前行？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被这些所谓的人格所束缚了呢？或许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让我们欢迎西林。脱下鞋子跳舞，赤着脚太空漫步，笑了你很痛苦，阳光晒过的路全都是年轻的温度，我不舒服，吵醒了闹区的树木，吸一口春阳就漂浮，蓝色背景下我的戏飞行的长度，好处的人才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靠春天的雾晚上整片荧幕，不断接的梦直线加速，奔跑在繁华的地图，翻开路线谱是我涂鸦的音符，我找到我的幸福，自由定论不爱我复古创新演出，我的天赋吵醒了闹区的树木，吸一口春阳就漂浮，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
我是疯癫人不迎合向往的满足，就让我勇敢地走每一步，我的路我的未来谁够我做主，这里我需要你们所有人帮我，我的未来只有我做主，我的未来谁够我做主，我的未来只有我做主，我的未来谁够我做主，我的未来谁够我做主，动作我都完全投入，不断跌的你陪我加速，奔跑在我们的领土。在找歌的时候想找一首快乐的歌，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名字脑子里面就想起了副歌那个节奏，我一下就马上就能脑补到全场一起就是很开心的去唱一起大合唱的感觉，它给人的画面感太足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符合我想要传递的这个信息，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就是爱人跟艺人的东西嘛，其实还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格很难区分，就是 N 人和 S 人，其实你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不太能分辨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在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的画面，或许对于 S 人来说可能想念的画面是做的某件事情，但是对于恩人来说可能你会感受到一阵风刮起，欢迎胡夏带来想你时风起。再见，如果是最后的一面，也许失眠后的分隔线。春天已开始落叶，七月里也会下雪。刚刚我错过的大雨。
下，漂泊的云是你吗？一圈又一圈，我多想是路过你的风，忍不住误会你眼中。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有些远方让风代替我们抵达，没勇气说完的那句话，希望有人听过它。想你听见风缓缓的缓缓摇曳，时光卷起了回忆慢慢翩翩，让风替我说说那句告别，在这个落叶像雪的季节，刚刚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盛夏，飘过的云是你吗？一圈又一圈，我多想是路过你的风，忍不住落回你眼中。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有些远方让风代替我们抵达，没勇气说完的那句话，希望有人听过它。好，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爱人胡夏来给我们独自带来我们下一段唐诗、啊、给他吓坏 了。对，来来来，哟，特别好，我过来给你加油了，哥，到了我的身边啊，到了你身边，好，好的，现在又到了我们的来福唐诗啊，哎，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来福唐诗喽，哎呀，真是不巧，最后一个了，说说，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我们收到的是什么吧。好的，这一位呢，他的 MBTI 是 ISFJ 啊，爱，那也是爱。对，那今晚呢，他想要不更改，所以他还是在这里做一个 ISFJ。那他想要点的歌曲呢，我想要点一首《热辣滚烫》，因为这两天看了这部电影，感觉元气满满。充满动力，听到这首歌曲很开心很快乐，冲冲冲，我们有请这位小伙伴来，请上台。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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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沈寒秋，然后是在杭州打工的一个就打工人吧，然后我选这首歌是因为就是最近有一个电影嘛，叫《热辣滚烫》，然后里面有许多首歌都能传递给我们很温暖很向上的力量，然后今天呢我们有一位原唱就在这里，然后在这里就希望希林能用这首歌就是把这份快乐和积极传递给我们。没问题，好，三二一。人生啊只有一次嘛，那就算了，不用重来，我就自己修改了，修改成我想的样子，小狮子啊开始觉醒吧，我面前的绊脚石会在奔跑时被点起，让我飞得更高，飞翔吧，这一辈子我来决定了。大家可以像这首歌里面写的一样，可以把路上的绊脚石都当作奔跑的时候可以让你垫得更高的那一块块的石头和台阶，然后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谢谢谢谢，然后那我们也送上我们今日的礼物。好，谢谢谢谢。就是希望大家能像他一样做我们的小太阳。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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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注意到没有？今天在舞台上谁最爱说话？对，他是典型的什么？对，但是他说他很少唱比较哀的歌。那今天呢，他给大家就带来了一首比较哀的歌，叫《慢冷》。我们有请我的搭档黄子弘凡。哎，欢呼声啊！说完了，好多话都说完了，总是沉默对坐着，眼里是浓浓夜色，感情是偏执的，越爱越是偏执的，不相信我看到的，硬要说裂缝不过是皱褶，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着，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脆弱人泪流，牵你手，若无其事牵你手，你像被动的木偶，多很多让人厌恶的举头，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着，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最惹人泪流，爱从不敌性格，不死心最痛奈何，我总是记得开始被猛烈爱的激动，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着，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理由，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脆弱人泪流，在这个主题下，其实我反而想给自己一次机会去挑战一个自己其实自认为不是很擅长的一种曲风，这种慢的情歌。
因为自己平时真的很快乐，然后 emo 的时间很短，那跟自己去对话的时间其实就是少之又少。那我觉得这次作为主理人要首先带头去突破自己，跳出舒适圈，然后去感受一下自己在另外一种情绪下的样子，或者说是否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快乐。总而言之呢，就是一首慢冷，希望大家身边这个见到的以后所有你在乎的人呢，你们永远是同频热同频冷。谢谢。那总之呢，希望我们石窍音乐仓库可以永远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幸福。来，大家举起手中的井田水，一起热爱前行 ，Move on！ 祝大家天天开心，热爱前行。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换身份的一个机会嘛？然后我们这里后台收到了你们的一个数据，那就是。一共本次有效填写人次是193个，那我们选择更改的呢有53位，也就是27.46%，选择不更改的更多，就是140位，72.54%。从这个数据看来，其实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保留、保持做自己。十七号音乐仓库其实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可能哪怕很短暂的。自由和快乐可以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家。那其实不管你是蓝色也好，橙色也好，今天其实我们只有一个人格，对不对？我们当下就是一个快乐人格，好不好？那么其实接下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来一个仪式，好，让我们摘下头上代表不同人格的帽子，让我们在倒数三声以后一起喊快乐，然后把我们的帽子抛向空中，好不好？然后一起喊快乐，3、2、1。看火车的时候，其实
我特别想拉着台上的各位一起，因为我自己在 Live House 看我喜欢的乐队演出啊，都是这样，就这样往前挤一挤啊，前面啊跟着一起一边唱一边跳一边玩。当时在那一刻，我跟台上的小伙伴都回快乐老家了。那一刻，我们每个人都享受着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全世界一共只有16种人吗？不可能。其实我们希望做到的是让他们在最后扔帽子那，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开。我今天来这儿，我不是为了社交，我也不是为了变得很感性，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寻找快乐。玩得很开心，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整个投入进去了，没有再被那些社恐的社交压力所影响，好像就是在这样一个音乐空间里面可以更放松地做自己，氛围就非常的好，待得很开心，就现场 live 才有的感觉跟电视里的感觉不太一样。现场大家都很艺人都很艺，然后就是带着我，然后就一起嗨起来，然后身边的很多小姐姐就是也是手拉着手一起蹦蹦跳跳，就完全没有一个人来的感觉。 Live House 其实不光是艺人的世界，爱人也能在这里找到快乐，都很快乐。之前我们没有参加过 Live House， 然后这次通过那个 Z 世界看到有这个活动，然后才来参与的，觉得非常好。好的，来，我们3、2、1，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一同热爱前行 ，Move on！ 拜拜，拜拜。哎，来了。我看到转账，我还以为12000转过来了。是这样的，各位，截止目前 ，Z 世界17号音乐外卖店第一阶段的下单量目标达成。下单量，你们将获得一笔 Z 世界提供的津贴500元。达成下一阶段的目标呢，你们将获得更多惊喜。接收了以后，我把它转给我们的财务老白。好，得了500块钱。讲真，今天的所有我们内容能有这么完整呈现，包括这么完美，确实是赖西林，赖我，都赖赖西林，赖西林，开玩笑，开玩笑。哦，来了，分数来了，分数来了 ，OK。这二维码，你扫吧，你扫，你扫，你扫，你自己识别，你扫，你扫，你慌什么？就两个结果。OK， 我来，我来，我来，你直接识别吧。OK， 我来，我来。OK， 我们这个一共分场地、环境、活动策划、歌单喜爱和整体服务。完了。这表情是然后这个憋不住了吧？没憋住。场地环境4.7分，整体服务是4.8分。哎，这个可以。活动策划和歌单喜爱是一样的，4.9。哦，也就是说我们的总平均分是4.8分。哦，收款已到账12000元，谢谢。继续加油，下一次我唱个哀歌。下次唱哀歌，安静的。下次你来老胡，下次你必须来艺。你下次不艺，我们俩就一人给你。哎哎，今天那一下真的，我们俩在那个快乐老家把老胡一提，想把他往前弄，他一个劲儿往回夸就回来了。不会害怕。就他整个人折叠起来了，然后。折叠起来了，折叠。等一下，朋友们，我们的投资人突然说很遗憾，今天演出分数没能高于4.8分，投资人 OK 计划未能顺利完成，40%尾款将不予支付。啊？什么意思？是必须高于4.8？他的高于的意思是大于，不是大于等于。如果你们打超过4.8，剩下12000转给你们。明天晚上演出结束，可以，可以。啊，高于4.8，我突然有点
真想哭，哭死算了。别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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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他们也不是故意，别。没事，没事。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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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还剩下的费用，好不好？快写。就我一个人哄你，没人哄你，还是龙哥。咱们现在还剩下的经费是12902.57。还可以，非常够了，还可以，非常够了。咱奔着3万去的，对，范四只有5000，够了，这还有12000呢，非常足够了，满足，满足，满足，其实是知足的，知足的，知足常乐，知足常乐，没关系，没事，没事，谢谢王总，谢谢，谢谢，耶、yeah ，好了，整体来说，其实真的我觉得还蛮不错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正儿八经的达成了咱们这个 BTI 今日人格快乐这个主题，我觉得其实是基本上满足的，是。今天我能看到那个小黄，在下午那时候他也非常绷起来了，就真的绷起来了，他扛起来了。我觉得他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改变和那种知道往前走，对，有成长的。是，我这一点咱们也得给鼓励，对吧？对，合理，特别好，主理人。谢谢谢谢，对，这个反正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丢三落四的，就是但是确实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也感受到大家就是对我的一些信任跟帮助嘛。因为有大家能够成就我，可以，努力去带给大家一些这种能量。我反正尽我能做的就是。别哭。再 Q 你，快3、2、1。好了，我这个竹林的牌子可以举下来了。传递给下一期，那就老白，不要拒绝，我觉得我不拒，不拒，对，来，那我接棒了啊，好吧，接棒，下一期我来了，接棒，好吧，接，哇，可以，可以的，哇，主理人啦，白主理人，好，尽量不负众望，在下一次咱们的主题演出，好好的加油，一起来加油，加油，需要我统筹还在，没问题，必须的。需要我捡门票还在？没问题。好，我干嘛、啊？主持啊，主持那没问题。老胡，咱俩就站着。这也没问题。好，OK。咱们还得感谢咱们的可爱的老公，我们的公主。对，我们的公主，特别特别棒。谢谢。任重，任重，谢谢。下面。完美。